好，那今天来到科工馆哈，来体验这个虚拟的重机。那等一下即将开始，我们来看未成年小孩骑机车兜风去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它是机车联网智慧车友，可以自己寻车，这是一个 VR 的结合实体的一个游戏。那价格票价大概30万，可以玩大概6分钟。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看，看好不好玩。OK， 好，开始倒数了。那看一下即将启动哦，哦，车子已经开始启动了，大概6分钟的行程。未成年小孩开着这一台重机，看一下下面的机构是怎样。哦，它是由几根啊，大概是6根油压杆来形成它的运动，模拟那个在不同路况情况下的运行。好，好，虚拟体验即将开始，会来到一个山路，小朋友已经开始狂吹猛吹，还可以压路嘞。现在准备过山洞，开始有灯光，来到了这个哦山洞口，要加速。我们看一下下面机构的运行状况，随着路面的颠簸，机构不停的运行，这个油压杆不停的配合运行，车子正在往上爬坡的样子，相当有趣，完全在铺红绿灯的猛冲猛冲的啊，还有这个闪黄灯到底在闪什么意思？哎，还有狗冲过去要刹车啊，不然会把狗撞到。好，现在一个大弯道，看来这个路面相当的平稳啊，都没有小石子，所以那个路段不知道是模拟哪边的。小朋友骑得相当的尽力，看起来玩这个也是会累的。来看一下，多人都在排队，等一下玩这一台机车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整台车的运行。嗯、啊，没了，那已经安全抵达目的地了吗？好，那这样就是骑乘体验完毕啊，那这样就是30块喽。OK， 等待机车停妥，那服务员就会帮忙卸下来。那相当有趣，看起来就是讲解跟实际开车也差不多5分钟的样子哦。啊，那个讲解员老贝贝也是相当的好热心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来这边体验看看。